我觉得徐魏杀的那个杀虫服务之后，减少了那个虫害隐患，我们的食品安全也更加有保障了。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定期到我们店里面的每个角落去做那个检查防治工作啊。我们发现有隐患的时候通知他们，也是第一时间过来做那个处理啊，即刻有据所知，这个跟我们的经营理念是非常像的，这个值得表扬。谢谢客户的认可。我觉得那个洗手间的卫生服务之后，我们那个洗手间更加的干净卫生了，顾客的体验感也更加好了，我们在肇庆的口碑也是 越来越好，那个生意也是越做越好。感谢徐会长，感谢徐会长。